抓抖 M 啦，抓抖 M 了，对，他刚好因为忍者很好活到最后，不是酱油，卖过来了，怎么样？而且刚刚二零，看你果然是狼，抓到我吗？我在迪斯后面，哎，迪斯威，我在迪斯后面，酱油在哪里？我们都在找你啊，迪斯后面，酱油。哎、欸，我们哎、欸，啊，这不是地下室就有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在开趴哎、欸，然后等一下就死一片，有没有？全部死。对，哦，我不管了，太危险了，不管进什么事，我死掉是死。不要打死他。这里安全吗？我觉得这里很恐怖哎、欸，这里没事被追就死了。妈呀！好掉啊！我看你很安全的，我看话的。啊，对，杰克，我刚刚当人鱼在那边死掉的哦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什么呀？上面这个？那你要跳下来了吗？那个晚上喽，就是那个啊。翻、欸、好、哦哦，不能讲话喽。好、啊、，C P 死了，听到了，听到了什么东西？好亮啊！我解释一下，我没有杀人。他一开始说烦呢、欸，干嘛？烦呢、欸。手杰克，你怎么这么 N 啊？马上被抓出来啊！好烦哦。嗯，够了吗？嗯。哦，那等下，哇，我是蠢的。你是蠢的。哇，我是蠢的猎人。你们刚刚没有看到阿鲁的吗？嗯，我是蠢的。我好蠢。假死神的耶，大会报告，抖 M 的发言要抖 M 要来发言了。好，你发言。抖 S 有可能是哈记，没有啊？抖哈记，哈记是狼，哈记是狼。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是蠢猎人，我刚刚最后一秒的时候拉人。哦，哎，我要打了，可恶！严重了，他在哪？他在下面厕所，他躲在茅坑。不要啦！楼下是哪里？他躲在茅坑哪里啦？他躲在茅坑。楼下，跳到一楼，跳一楼。他茅坑厕所一楼，他往中间走了。大厅，一楼大厅。第一晚票，我尽量票，我票，我尽量。反正他不是导演。票我，对，票我。等一下，大家快离开。他有可能是抖 S， 杰克会死，对不对？这是有可能的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你是不是抖 S？ 哦，没有，哎，不是，吓死！我是 S 啊，哎，票死没有？票不算是不是？票死没有吗？哦，所以票是哦，其他的效果才有是，也是啊，啊，那误会了啊。抖黑手好难过哦！我还走出去茅厕外面给人家打，真的。对呀、啊。输了。啊，我们说明没看仔细，所以被票死没有？哇哇 ！QQ 让那个抖 M 开心了。真的。抖 M 爽了、欸，抖 M 好爽。抖 M 在边站那边。好爽哦！快吐我！我吐你呀、啊！你这不是唱歌，你只是抖 A 的，你抖 A 人鱼，完了！哇，那个蜜蜂怎么活过、啊？哇！我看你刚刚差点被抓。来，第二晚我查团团不是狼人。那个，我觉得繁星是狼哎、欸，因为第一天我看到他在酱油的后面。而且酱油有说烦，他是说烦呢、欸，又死了。他不是这样讲，没有，应该是哦。是，刚刚我被打了一下啊。我觉得团团怪怪的啊！刚刚前面预言家就说了，我先打就我两票。他金水来，你什么身份？我繁星是什么？我好人，你没有身份是什么身份？好人是什么？好人？村民。村民有没有第二个村民？有可能死掉啦，但我觉得是繁星。哎呀，他怎么这样？好，我是狼人啊，找不到我吧？好啦，其实刚刚应该不是他，这不是他啦，因为他刚刚上面有变身。对，可是刚刚有人追我，没有。波是预言家是不是？对，我预言家。你验了谁？笑死！你验了谁？杰克都是好人，团团杰克都好人，团团杰克都完蛋了，小心啦！完蛋了，所以要么剩一个狼，要么剩两个啊。
我刚刚不应该心软的。你心软了啊！我怎么懂那个？娃娃，怎么要跌下来？哇！你这样跳下去，你就是跳下去。好，这个怎么了 ？Impossible！ 啊，你们怎么了？你们怎么了？哇！波波再次表演了 Impossible， 你会觉得很好笑，怎么办？怎么了？我不行，死的不能讲了，不行，死的不能讲了。哦，还丢斧头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你不要啊！你到底在干嘛？但应该就剩一个啦。哦，恐怖死了，每晚上都被打。你下面这个是谁？哎，没打到。还哎，等，就你，就你，哎，你们不要乱打了啦，巧克力。不管是谁。跑掉了，我刚刚拿到是繁星，繁星票他，繁星，对不起，他打我帮你挡，我帮你挡，完了，小玉你在打小玉，他在哪？他在哪？一楼，他去地下室了，不是你们两个一直在那里，他在一楼小空间，快点快点，小雨后面，小雨后面，这里，小雨这里，后面，繁星繁星是繁星。哎，我有飘到吗？啊，没有，你没飘到。团团走开，团团走开！哎呦，你们今天有命啊！今天有命啊！今天有命，今天有命！我不追小雨，小雨太难追了，我来追你。哎，我每天晚上都被打，哎，这么恐怖！不要追我，所以刚刚最后是团团过来，然后用我啊！你为什么要死？你不要！完蛋！你不要！你不要啊！你不要！我正在拉你一个错位走，死去了，太白痴了！哇哇！莫非你是宁家？你真的？我是。不好意思，我会看历史效果。哦，那你加速还有吗？没了，哎呦，那应该就很难追到咯。最远的距离是最远的距离，就是要等下一天。重点是白天还要对决。对啊，啊，我们大厅等啊，我收武器，我们听天由命吧。好累啊，不要听天由命，我不要听天由命，有没有？我抖 A 吗？我抖 A。哦，对耶，对，抖音就你呀，哎，不要这样说出来，真不好玩。对话框我都知道，好吗？根本没时间呀，啊，没了，有了，一票，等一招了，开灯了，好暗哦。我们动身打不过，这边还要再打。是哎，我天哪！那你们刚刚白那个幽灵是在喊什么？嗯。幽灵不是一直在说怎么这样？没有怨灵啊！不是，我说幽灵们，你们死掉的人。哦，怎么了？你们刚刚不是在说怎么会是这样？怎么这样？就是 Bobo 刚刚原本在楼上，然后他刚才无敌没有死，然后自己跳下来被繁星砸死，然后在干嘛？我在楼上看他掉下来，我看他掉下来，掉下来，他怎么好好的坐着掉下来？宝宝，哇！而且重点是巧克力，你怎么让我太失望？你竟然不是狼！我当然是好人啊！我第一天我就说我把那个哈气给弄了。哎，小雨跟你说，酱油死在这边，真的有？那时候我有看到，我是谁啊？酱油，你听我解释。我跟你讲，下一场不会，我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不会了，你听我解释，不要生气，不要走，我是女巫，你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对啊，酱油你是女巫，你就直接丢啊。哎，欸、不对，你是第一天白天，那没办法。你不要怕，你是真女巫，你有无敌那个啊，还有那个隐形啊。没有啊，他刚因为我就是他跟紧紧的，我还没没有没有没有先被砍了。你刚刚大家都隐形的时候，我真的是乱回，刚好回到。我看到大家，大家会一看，我也是回到你。因为我你不是繁星啊哦，因为我那个是我是蠢猎人啊，我最后把那个繁星拉到上面来，然后看到他拿着刀跳下来，对，然后我想说哇，那应该就是了。我刚看到两个漂人图，我马上蹲下不敢动。繁星要逃跑，所以我要赶快下去打他。一个误会，
游戏打完了，可惜可惜，至少还是你拿，至少还是你拿。而且重点是繁星第一天就已经算是现行了，结果还活到最后。烦呢、欸，怎么要我死啊？烦烦，第二天谁可以是烦呢、欸？很会说。哎呀！哎、欸，我三天晚上都被追、欸，我天！哎、欸，我追了你三天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被砍啊，然后赶快那个用那个乌盾赶快逃跑。所以我才说我不追你，要去追巧克力了。太累了，不想当人质、嗯。哦，这边书友说抖 S， 他可以饱受任何的杀机，狼人刀、猎人枪、女巫毒跟圣剑，但是丘比特的被动跟白天的投票不适用于此。哦，看字都没看到最后啦，对不起。阿基 QQ， 感谢阿基不 QQ， 还出去给人家打哦，头包啊，被打死还莫名其妙。真的抖 M 吧呀？对啊，抖 S 变成抖 M 了，真的。哎呦，误会误会，原本杰克技高死的，因为后来看查到他，嗯，他是抖 N， 好，我跑掉，我跑掉。我就想说你不见了哎、欸，那应该是你的、啊。结果真的是，然后离我最近啊，然后你又走掉。哎呀，那我们接下来要来一个很特别的哦，来哦，好。丘比特场，丘比特场一下就结束了，一下就没了。看看现在，哎，三个狼人，关掉。对，要干嘛呢？要七个诈欺师，三个狼人以及白狼。哦，狼杀狼是不是？对，就是等一下晚上都会一推都是狼，但重点是狼人之中有一个白狼，白狼的获胜条件就是要杀光全部的人，包含自己的狼伙伴。对，我怎么觉得等一下被 PVP 啊？真的，晚上修罗场，但是诈欺师没有办法打人，对，诈欺师只能躲。看看这样会怎样？好，诈欺师赶快跑！开抖音，开跑咯来，就让我们来试试看，来雪地哦，雪地。七个诈欺师配三个狼，白天可以票吗？白天可以票啊，可以不是、啊、那个基本上那个诈欺师就要努力在白天票到狼人啊。嗯，我总觉得等要被乱票之类的、啊，真的、啊，乱开始乱打，乱票也是有可能，就看会如何，好不好？好三个狼，七个诈欺师，也有白狼。开票喽！开票喽！开票喽！你这个，哎、欸，是这个吗？等一下，你开票吗？没有吧？第一天才开票，开票好，可以。哎、欸，又是我。啊，你心情好点了没？没有。酱油，你回头。酱油，你回头。你看我。不要，还有两场，你给我等着。我才杀你两场而已、欸。哦，那还有一场。白痴哦。繁星，那你是什么？我是女巫啊。你是女巫。没有啦，我诈欺师啊。是吗？希望你是狼人。酱油，不要再打字了。我是诈欺师啊！不可，我不要，我不要看你，我已经死心了。波波，你是诈欺师是不是？对，我诈欺师、啊。波波是狼人，你在哪？我要刀你。不可以，你不可以。哎、欸，杰克，你完了。给你碎。恭喜。杰克在哪里啊？那我晚上都可以讲话好不好？尽量讲，想要说什么都可。我看到一个盔甲跑出来。杰克，杰克，杰克是诈欺师，杰克是诈欺师。哎、欸，不对，狼砍吗？哎、欸，对，狼人，狼人都会知道，全部人都是狼。对啊，对啊，全部人都是狼。对啊，狼人也不会知道队友是谁。哦，诈欺师们，动刀小弟弟。杰克刚刚在逃我，他一定是诈欺师。哎、欸，可是等一下晚上根本不知道我们来交换武器，我们来交换武器。晚上根本不知道谁是谁。我就不知道怎样。后面啊！如果你是白狼，就可以乱刀哦，就不用管了。对啊。哎，你可以打两只吗？前面的，前面的，没打两只干嘛？哦，好煞气哦！拿两只。哇，你们两个。
哦，可能可能我冷机呢，哦，两只呢，两只这么厉害，可能杀鸡师凶巴巴的那只。二零零，我要当保米，你过来给我。小雨，小雨，你刚刚在这里吗？小雨，二零零来，你刚刚是这里的吗？对对对对。哇、哦！哎、欸，你说有有有，迪叔怪怪的，迪叔怪怪的，为什么是我？迪叔吗？哈基，迪叔在哪？怪怪的，为什么？哈基，那哈基为什么怪？他刚哈基哪里怪？他刚开门吓到我，吓到我，开门吓到你，开门吓到你，哈基哈基，我总觉得哈基的理由很牵强，理由也太牵强了吧？等一下，我不行啊，这理由我就不行，打你，而且哈基还一直逃，还一直逃跑啊，打不到哦。